就我所知道哈，是钱达小时候呢跟着爸爸呢相依为命，啊爸爸呢有真济，我也不跟伊讲，但是这做早囝的，心内非常非常的心情，唔知变哪个爸爸分享，永远都没有办法开口写这首歌，真正要献给爸爸，钱达加油！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钱娜粉丝团的特位有没有？好，带新回归。爱着你无法度，咱讲感情的路莫变故。无卡纸，只要思念思念你，我甜呀甜蜜蜜，你来牵我的手好无？甲伊念啊念甜蜜，我飞呀飞上天，咱何时才会当？哎呦哎呦，爱着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那就春风对面唱。看着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。交有一个帅哥，手就摕了一张圣旨哈，哎，啊，这块落雨，这块小块摇摇，哎，帅哥贵姓大名？我姓连。啊，你要来点什么歌？我想要点一首《爸爸》。爸爸，为什么？有什么故事吗？其实哦，我小时候母亲很早就过世了，是是。然后在我父亲就非常辛苦，就父代母职。是。对，那又有一段时间，我刚好在妈祖当兵。哦，是。那，而且在妈祖当兵，而且就3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嘛，不能时常回来。刚好那段时间，我爸就是刚好身体不好。哦，也啊，无法等我等下照顾伊。对，非常的思念伊。对，非常非常的思念，而且平常时呐，甲我平常时都会打电话来甲阮爸讲报平安，讲啊，我已经到妈祖啊，啊，尤其是迄种的。足久唔捌离开爸爸的身躯边，那你听到爸爸话第一句话的时候，话夹起安尼尔，你目屎就流落来了。哦，迄款的亲情，啊，爸爸尾啊有健康起来无？我即摆有较好一寡。哇，真好真好！啊，咱的做人的囝儿的姿势就是友好。是啊。啊，今日要点几首歌，好不甲爸爸分享。是。啊，你好，来，爸爸。是我的新专辑的歌曲，是我自己写的。啊，你自己写的。然后这首歌也是。想要献给我自己的爸爸。你爸爸今天有来吗？我有看到你。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但是，伊今日两个爸都来了。是是，哦，你是今天来的爸。是是，麦好，我看到以后，我带你爱认真唱歌。我讲你哦，恁爸爸对你嘛真要紧。都是写这条歌，就是伊自细汉拢反对我唱歌，但是我写这条歌，伊是想要甲伊讲，无想要阁甲伊冤家，然后。让他知道我还是很爱他。对，你今天跟我玩歌，今天你也未讲到音乐，所以无玩歌啊。那讲到音乐就玩歌。为什么？嘿，老师，老师帮我弹一个那个寻人的前奏。噔噔噔噔，不要拜托，千娜爸爸，千娜爸爸，请你到柜台来。不要不要，千娜爸爸，千娜爸爸，哦，快点，我快点，柜台有你访客哈。哇，你给他手底下的拜。来，就我所知道哈，是。钱达小时候呢，跟着爸爸呢相依为命，然后呢，爸爸呢有一个表演的空间，其实也带给很多艺人曾经的赚钱的机会。他在那个环境长大，然后呢自己呢看了很多的事情，自己这些经过了一段呢感情的代际，但是呢坚强的啊，爸爸呢有真济真济话要甲伊讲，但是这做查某囝的心内非常非常的心情，唔知变哪个爸爸分享。
永远都没有办法开口写这首歌，真正要献给爸爸，千娜加油。小曲调歌想要唱给你来听，我说实在，千娜是一个非常坚强的查某囡仔。在银行的节目当中，因为爸爸真心来到现场，让千娜真切的情绪，伫个舞台顶化作一点一滴的目屎。其实爸爸的心内嘛，藏真久真久的话，一直找无机会会当对千娜来讲。因为别人一定是使人感动。稍微改天要公布这位了。我还是要叫他加油一点。对嘛？要加油。他很棒。因为台湾全省会唱歌的很多。是。我不是说阻挡他不要唱歌。对。我是说歌星实在太多了啦，你何不把那个心用在你拍戏？赞。这样子。以前像是老一辈的歌星啊，他们就靠这晚会啦、灌唱片啦、现在真的唱歌不好混了啦。对，唱歌的人太多太多了，要加倍努力。对，所以那你既然要走这一条路，你就要认真的走。嗯，尊重一些长辈，讨教人家是怎么走过来的。我们才有办法再一步一步的往上走。这早囡仔就可以就乖了，对，你也在放心了。真的，爸爸，说实话，说实话，他真的很棒。你有够嫁囝啦，真正哎，千娜非常优秀。千娜 ，OK， 没问题的哈，再唱一次好吗？我们好好唱，不要影响他。来来来，过来，姐过来，来，爸爸过来了，送给爸爸哦。雕过秋刻把岁老回答，当人如你如恨，是你无爱我无心肝，只有有一天你会了解我感情啥，放手才是我选定细汉的一个梦。是有你来做伴，只怕你无记得将阮放。爸爸，是毋是咱牵的线，等到心寒，才知伤你这重。心疼，因为你是我这一生最爱的人。命运的变海水的大，想要予你过较好命，后生永远袂做你的查某仔，后生永远袂做你的查某囝。